这一震让我们看到了更多丑态。原来国人这么缺乏常识。一视频里，老师让学生们把书顶在头顶继续苦读，这是什么他妈法术？刚刚震完，就有人拿着喇叭对居民喊：“地震完了，赶快回到家里，不要聚集。”这二货难道不知道还有余震吗？还有一管理人员对小区里企图向外跑的居民不断重复厉声喝道：“楼倒了没有？”楼没倒就不能往出跑，楼倒了还能出来吗？很多小区将单元门上锁，甚至直接将门拆掉，砌上砖，抹上灰。这单元门平时叫通道，遇上地震火灾就是生命线呐。与其说愚昧，不如说对生命的漠视。地震了，楼塌了，人没了，还生个屁学，防个屁医。人们习惯说生命无价，这世界上存在有价值却没价的东西吗？你的命值多钱，取决于你愿意为它付出。